第二十四题，关于电镀槽中两金属片的反应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的题目是要铁上面镀银，所以铁这里要有银生成，所以铁这边的反应就是我们的银离子要得到电子会变成银。那另外一边呢，就是银要变成银离子，所以在银这边呢，就是银会变成银离子加上电子，所以我们看到呢，我们的选项 B 是正确的。所以第二次题问我们说，关于电镀槽中两金属片的反应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通电流时铁片上的反应为银离子得到电子产生银。